下面要解的人，信愿持名呢，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，正是红心里面中红心啊，红心当中的红心。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。 没人说过，欧耶大师说出来，太难得了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绝不是假话。我们有能力，也就是佛在经典上常说的，智性一处。 无私不办，我们把心置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，就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功德。如果你还有妄念加进去，那就全破坏了。不要多，一个妄念进去，全破坏了。 这就古人有比喻，醍醐，佛法里面比喻，醍醐说天人的颜料，最好的颜料，这一杯醍醐，放一滴毒药进去，这个醍醐全变成毒药了。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的信息，我今天早晨看了，日本的核辐射，现在演成非常严重，日本首相自己承认了，真的，极欢是。 受影响的到北半球，美国、加拿大测到了，核辐射，欧洲测到了，中国沿海几个省都测到了，随风漂流。 好在呢，它不是很严重，飘在外面的量少嘛，但是真正受害的是日本本国。报道里面说，东京就是东京这一个城市。 可能有12万人因核辐射而罹患癌症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听说日本有50多座核能发电厂。 就等于是50多颗核子弹，如果有半数出了问题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。可不可能？有可能，几个大地震，灾难立刻就发生。 这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